嗨，今天是8月14号，我来天津工作，今天有一个直播，然后现在到了天津之后，说实话就有点饿，但是待会儿要先试衣服，然后化妆，所以，干脆饿着肚子直播完以后吃个好吃的吧。这个地方风景还挺好的。工作结束了，来天津当然要吃海鲜。我现在准备溜出去吃个饭。走到一个居民区，也不知道啊，找到了，到了一家吃海鲜的小店，干杯。老板知道我要拍视频，帮我弄了个支架，挺好，怪不好意思。然后问我是不是做那个网络推广，先吃个三文鱼，这三文鱼闻着贼新鲜。就没人做这个呀？那你得空开。你们扮演的不会咱们做不大。对啊，那咱就干脆搞假货。我跟你说，主体没问题，咱就不要豆腐渣。对，没错，对吧？你说你要多少钱？如果你现在你现在报五毛一样，那现在聊天，你说聊你说，咱俩人还是我跟你说先聊去。我跟王先生说，可以，你现在往这起，我都十年了，王先生给你多少钱？是吧？我给你三十块钱。我卖假货。你把这八十块钱拿过来，热腾腾的牛蛙，好香！等它滋一会儿，我先吃这个。这个牛蛙好好吃，有一点点甜，但是它主体是有点辣的。我跟你说，首先我去跟他，我就是凭工作去，凭身份去。我跟他谈嘛呢？人家理我干嘛？不就因为我是负责那片儿的人才理我？要不人家理我干什么？我理我找他干什么？这层关系不用跟你说了，都是我明白，直接切入。你要拿着捏着拿着了，在面上人家说好极了，清蒸梭子蟹。就是被开发商了，有层的就没白干，努力一个，可能是扛了20个成本。老板刚刚连蓝牙音响，问我要不要放点 BGM， 我说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人特好。爆出来办了一个蟹钳。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其实那个，其实你看我
搓过了一个牛肉，嗯，不要牛肉。我搓过了一个牛肉，牛肉那个夹放带了一个四锅鸡，那是吃的。所以事儿我一想天，我又要有这么多事儿了。我操！你老说你少分我几点？反正啊，你咱都夹上，我给他做人才。然后他说，他让你，我们以后不聊我自己了。烫。吃完了，吃完之后走出来发现这是一个步行街，我准备去买一个冰淇淋吃一吃。完美的一天结束了，别怕就完蛋了。